哎，大姐，哎，你家萝卜怎么都长在藤上面了？这个呀，真的不是萝卜，这个呀是今年的新品种，你肯定没有吃过。我呀，打开一个给你看看品质，每一个吃起来比黄瓜脆，比榴莲啊还要香甜。如果你看着有食欲的话，很便宜就能买一箱。